内容了什么的。台湾小猫可以成为美不笑业者迷惑混珠呢，我们要继续独家教教你。这一块块的壁癌让原本洁白的墙面变得凹凸不平，即使像这样将窗户完全堵死，水还是一直渗进来，真的让屋主头痛不已。若干间之后，他们就会上什么防水漆啊、AB 胶啊，很多的材料去做防堵。你这边堵起来，它到时候它的面积反而会扩散，越来越大。原来外墙才是真正漏水的主因，所以一般的抓漏师傅都会从外墙开始补起，才能真正防止漏水。不过如果遇到的是老旧建筑，要找到漏水点。